今天呢是元旦，是2006年的第一天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们几个就又长大了一岁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哎，吃菜吃菜。对，我八岁了。对，你也长大了。哎呀，儿子，这一晃你都17了。哎，吴比，你多大了呀？哦，我也17。哦，他们俩一样大，那你俩谁生日大呀？哎呦，这个我好像还真没问过。吴斌，你几月的？我6月。嗯，苏玉也是6月呀。我记得苏玉是10号过生日。我1号。那看来苏玉得管你叫声哥了。嗯。哇，你们两个都是双子座啊？双什么座？是子什么？爸，双子座，一个星座的名称。哦，你懂得还挺多呀。那当然，我还知道双子座的人最花心了。花心？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啊？那你是什么座的呀？我是射手座。哦，我瞅你呀，像个肉做的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米拉，米拉，你是多么美的花。我们玩个游戏吧。米拉，好啊，玩什么？我们每个人把愿望写在一张纸条上，然后埋在大树下，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实现愿望了。好，好。你总是有很多的想法，偶尔还没那么的听话，可真是你带来了牵挂，才有完整的家。从今天起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我这一生的挣扎，因为有你在我身旁，一切都变得美好。从今天起，每一时每一刻都像是生命里最幸福时光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家都会在。谁先挖谁就是小狗。好，我们拉钩。多幼稚啊，拉不拉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盖章。